樣嘢咧，會見得到咧，有啲本來咧都係啲租客咧轉租雲買多呢啲大。係啦，四方面都有。係。上冇買咯，又初次上車入去。係。上年買咧，即係上年高峯期買咗樓之後，翻轉頭執平樓。嗯。咁啊轉租雲買又有。長遠投資嘢就即係四方面都嚟啊，咁所以個樓市咧就成交量最好穩定。而家又唔見咗雙眼。呢個時候5月咧係傳統淡季嚟嘅，都仍然繼續可以持續咗二三月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個成交量咧，即係證明今次係嗰個都係嚟得幾即係實在。有啲同黃生傾偈咧，你睇下我樓市咧，可以從好多數據上面去進行一下。嗱，先頭先講到咧，即係樓市前景咧，咁啊都係幾好下啦，但係其實面對住。